现在房价居高不下，随随便便一栋就是上千万元。年轻人想要存钱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非常不容易，对此高雄银行推出40年期的超低利优惠，利率 1.3% 起，希望能帮助降低首购族购屋门槛。高银表示，为配合高雄市府住宅相关地方措施，按市民需求协助解决资金压力，特别推出贷款期间最长可达40年，成数最高可达80%，利率最低 1.3%， 宽限期最长达5年的幸福高雄首购房贷专案。此专案只要涉及高雄首次购买高雄市自用住宅，且负债比12倍以内，具有还款能力者即可申请。图片来源 Google Map。 以此专案贷款，若以贷800万计算，未申请宽限期者每月本息摊还只要21383元，与一般20年期的房贷每月摊还37872元相比，每个月少负担16000多元，压力明显减轻。图片来源 Pixabay。 而对于还款时压力较小的民众，还能随时增加还款金额以减少贷款利息支出，更可以评估自身经济状况，量身定做适合的还款方式。而预算不足的市民使用此方案，则因为每月摊还金额减少，使得购屋时可以增加预算，或是将每月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作其他规划，不需要再因为购屋而感受到生活种种开销的庞大压力。图片来源 Pixabay。这个首购房贷专案虽然贷款期限拉长，40年的房贷听起来很可怕，但是利率却与普通房贷相同，更可视情况随时调增还款金额，让首购族们在购屋需求与还款压力间取得平衡，不至于为了购房而牺牲生活品质与其他人生计划。延伸阅读，来源高雄银行。